大家好，欢迎收听《网行快报》啊！今日录节目日子系2020年8月20号，呢度有我新西兰嘅台长啊，仲有社长 Raymond 喂，大家好。澳洲嘅真 BC，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马来西亚马来近，各位网友好。仲有喺加拿大嘅家灿生。各位网友好。大家好，节目开始前啦，啱听俾个 like 可以就 share 埋朋友啦，最紧要就系订阅我嘅频道，同埋揿一揿啊隔篱个钟仔，有新节目通知你啊！继续将齐江粤拼经济同泛滥财嘅信息啊传扬开去嘅。好啦，今次就系特别环节啦，咁啊就唔会同大家讲乜嘢时事嘅，咁啊呢节就系而家都算系时事嚟嘅，因为呢位网友啊就上过报纸嘅。咁啊，邊位呢？就係、是、今次就會講一講阿黎瑞恩小姐啦。咁啊，之前就報道話佢生蛇，咁啊係好辛苦嘅啊。嗱，我自己未生過喎。呢度其他幾位有冇邊個試過？我都冇啊。不過我借少少位先啦。即係其實今日咧就係有一位知名嘅網友咧，其實就捐咗50,000嘅俾呢個我哋。四国之中嘅一间餐厅啦，咁系啊，即系多系谢边佢一先，间啊？有冇系讲？叫银杏馆定杏银馆啊？sorry，银真杏馆啊？系银杏馆，系啊，咁系多谢呢位知名网友啦吓，即系仲多谢好多网除咗呢位知名网友捐咗万人，其实好多网友都系捐咗即系石每个月啊，其实我哋都讲过，其实捐。我哋嘅捐款数系应该系6、7万或者以上嘅，即系网友系好热心嘅，连系呢几间嘅老细都话究竟乜人系网上挚友咁，其实我哋从来都冇主动咁 organize 过任何呢啲咁嘅捐款，都系网友自发嘅吓，多谢大家先。咁啊，讲翻阿黎瑞恩小姐啦，咁啊，而家真系生见到佢喺啲相度，见佢都好痛苦咁啊，其实我觉得黎小姐系真系几惨，因为其实有啲人咧写到佢好衰嘅，即系就话即系好似有啲台咧就话佢应该报应啦，恶果啦因为撑警察又话咁，其实据我所知佢都系观点同我哋差唔多，就系想个社会回复翻正常啫，就系想警察严正执法啫，有咩错其实？咁當然啦，有啲網台又叫佢乜全家啊之類嗰啲啦。咁其實咁如果有啲，其實都有啲黃人係早逝喎。咁其實佢哋係咪應該都係報應咧？如果按住佢哋邏輯，係嘛？所以我一向都唔係好喜歡啲人，即係將啲仇恨帶到去呢樣咁嘅層次咯。我覺得冇咁嘅必要咯。同埋有啲人咁樣其實唔係咁好咯即係俾個社會一種。怨气好怨毒咁啊社会好难回复翻正常。咁当然啦，佢可以话唔系佢系话系当然啦，有啲人觉得个社会乱嘅先揾到食噶嘛，系嘛？咁啊冇办法啦，即系其实一个人患唔患病系无关于政见，只可以话系有嗱，好似黎瑞恩小姐咁，佢生蛇呢样嘢有时系因为压力大，所以翻翻出嚟，即系原本咧就系水痘嚟嘅。细个患水痘翻翻出嚟咁解嘅啫，就你个人冇乜压力咧，就免疫力好啲咧，就唔会翻出嚟，冇咁容易翻出嚟。即系证明系，即系有啲人，譬如话我以前有个亲戚佢生活有问题，突然间佢个老婆病咗，咁应该两公婆一齐搵食嘅，咁结果个仔啱入大学，咁佢顶唔顺咪生蛇咯，好鬼痛啊！其实就系因为生活上啊、工作上嘅压力，令到人系咁。咁啊，其实即系如果话生，就系因为你班黑暴搞到个香港社会不正啊嘛，搵食而家搵唔到食啊嘛。你当然会话，哎呀，梗系又系同呢个19病毒有关，但系都系嗰句啦。如果唔系你哋搞开头，而家仲要学人搞制裁，几面一定要夹死香港，以成全你哋自己嘅，以发泄你哋嘅不满，相信埋啲邪说。整死香港以去成就嗰啲咩罗冠聪啊、黄之锋呢啲以政治为置业嘅政棍话我你哋嘅美好新世界其实你哋就冇世界嘅唔系佢哋有得做世界，唔系你你哋有得做世界，
即係老實講，仲要附和埋葉德嫻嗰句啊！我哋上一代人欠你下一代，但係大佬你葉德嫻、蕭若元依扎人，你都六七十歲啦，你下一代應該係我哋四十歲喎，係嘛？係喎，佢漏咗個字啊！應該下下我哋七十後，喂，佢哋依班人嘅上一代就係我哋四十幾喎。我哋係默默耕耘建設依個社會，我哋係專心去建設依個社會而唔出聲。而你班上一代嘅收成曬翹埋對手，我哋欠咗下一代。你哋知咩？而家係你哋欠咗我哋依一代啊！如果真係要咁樣計，你仲去撐嗰班傻仔去夾我哋，然之後仲話我哋欠人，大佬啊！你上一代喺度打拼嗰陣，可能我哋個個係咁喺度捱下捱下啊，住細嘅屋住成。不過我哋冇講過一句半句你哋嘅壞話，因為我哋都知道你哋生活艱難。但其實 baby 佢哋 baby 搬埋一代係攞咗好多嘢，嗰啲世界其實應該講話好多財富咧累積喺佢哋手上喎。係啊，咁然之後佢哋而家就話：哎呀，我哋欠咗後生仔啊！喂，你哋後生仔係我哋，我哋而家唔係話乜嘢，我哋係捱到抽筋供緊樓啊，仲要養個細路，仲要俾你哋教壞佢哋走出去掟汽油彈，破壞依個社會。仲要仲俾你哋教到佢哋啊，话老豆你就废老啊，佢点点点啊？喂，大佬，我而家供唔起楼啦，吓、啊、失业啦，咪由我哋受，佢哋受咩？嗯，佢哋好惨，佢哋仲有时间，我哋又冇时间喎、啊。最大镬系，你估一个二十岁嘅人或者十零岁、二十岁嘅人搵唔到工，佢哋嘅有嘅希望系多啲，或者一个四五十岁嘅人总有嘅希望多啲咧？系冇人会请一个失业嘅四五十岁人，好大镬嘅。是会向下流的。嗯，还有他们最搞笑话，我们没有希望，没有将来。其实学你话真的。有时间啊，我们没有时间。是有时间啊，我们真的没有时间，真心说。所以我对于黎小姐，即是她，据我所知，因为她是仍然为生活打拼，她好像。还有做很多好事的，其实她都做很多好事的，平时。是。是嗯。她好像说要做一个舞台剧等等啦，嗯。那么有压力，那么祝她，即是。佢係要壓，即係可能係緊張咁啊所致啦。咁、嗯、咁啊，當然有啲人話佢現眼報啊，又話佢嚇時辰到。其實好多人如果咁講嘅話，好多人都時辰到啦，係嘛？我哋做咗咁多時辰到系列，咁係咪佢哋都係咩咧？咁即係我就係咁睇嘅，即係呢啲佢係好温和嘅一個人嚟，淨係想呢個社會好翻啲啫。有咩錯啊？好似唔通好似你哋咁樣咯，係啱。如果你哋有个亡人突然间生 cancer， 即系唔好话我黑心啊！依、這个世界咩事都会有发生，咁系咪佢有报应啊？我唔会话佢冇应，我只会话佢系佢不幸嘅，因为人系有时系不幸，幸与不幸啊！啊，我你行下搭亲，唔通话哎呀你搭亲都系报应咩？呢啲嘢系唔会嘅，冇妄谈因果，冇妄谈因果啱啊！啊，咁啊，即系大家有冇啲乜嘢亲人啊？生过蛇啊咁，冇，但系但系我父母都生过癌嘅吓，我阿妈仲系一个好叫做好好即系叫做好唔常见嘅村麻，即系叫肿瘤，其实都系即系前几年大家听我节目都知道，其实我都系即系我记得前年圣诞节咧平安夜到 Boxing Day， 我都系一直喺医院过嘅吓咁啊。聖誕大餐就係食我阿媽食剩嗰啲嘢，因為真係係好攰嘅人嚇。咁咁其實我阿媽都話：哎呀，呢啲講唔埋嘅係嘛？咁可能都話，咁可能啲人話：哎，梗係啦，你嚇新 BC 華人嚟嘅。係咁今日先有條有網友問點解我哋編咗一個人嘅留言喺上邊，我哋就要俾網友小南講減啲，你咪將佢釘上咗榮叫咩啊？耻辱处冇错，你喺佢讲嗰啲嘢话我哋咩狗咩狗，你有咩理据？奶共狗，唔系有人话奶共狗，有人话我系咩啊嘛？崇洋狗咁啊，黐黐地。唔系，其实你咁，你谂下两边系乜嘢？两边系冇乜所谓，冇乜所谓啦。其实极端嘅人咧，佢睇所有即系同佢唔一样嘅人咧，都系狗问题嘅，都系狗啊问题，即系佢会觉得。喂，一般普通人都是不正常的，因为你们是港豬，你们不支持我们做的事。是的，我 看到那个什么 Sir 那些人都说，哇，他们那帮汪狗都不正常。
我睇到真系心嚟嚟笑一笑，真系系嘅。可能我哋啊吓，即系唔知啦吓，咁、啊、都唔紧要嘅。咁即系我就觉得诶，即系啊，如果社会系咁样分化落去咧，即系应该冇得救嘅，系嘛？即系好似阿小欣子咁，其实佢都想呢个社会平和翻少少啫，想回复翻正常秩序啫，有咩错？因为你就系最错，就系想个社会回复正常。因为回复正常咧，就有一班人咧就搵唔到食，系啦，呢个就系最大问题。啊，断人衣食又如杀人父母啊！你哋个个希望杀我父母，我梗系同你死过啦！我系靠捞政治搵食噶嘛。咁啊，大王，我哋系咪已经杀咗人哋父母好多次啊？我哋要落地狱噶。如果以佢哋嘅眼光嚟睇，系啊，听大马 Sir 讲好似生蛇，你哋嗰边有啲妙法喎，系嘛？哦，即系冇咩根据啊？呢个系民间嘅疗法嚟嘅，喺呢个霸生啊，有一间叫做协 X 宫啊，有一个专门医治呢个生蛇嘅师傅，唔系金龙王系嘛？唔系，呢位系都好出名，叫陈黎明。哦。首先佢就哦呢、這个听过呢、這个听有听过咁犀利啊！你都听过诶？潘少聪节目有介绍过嘅吓，系、已经系神医喎，少聪大镬，无医嚟嘅喎，唔系捉打佢点啊？捉蛇已经系祖传第三代传人啦，累积经验超过50年。哇！首先佢嘅独门嘅捉蛇嘅，佢哋叫捉蛇啦。的方法呢你生蛇他就帮你捉蛇用这个煲盖、啊、就蓋一蓋蓋住这个病患的头顶然后呢用火在头顶那里朝住这个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拍一拍跟住再念咒语就完成一次这个治疗了整整、这个整个过程只需要1分钟这么多听闻生仔喝符水不需要，不過佢係如果有啲比較嚴重嘅咧，即係生得即係範圍比較大啲啊，嗰啲咧佢就會用呢個硫磺加呢個白酒，就搽喺嗰個患處啊，甚至咧就有其他呢啲偏方咧，就用呢、這個符咒咧就點火，係咁依喺表皮嗰度就燒一燒，嗯、就當係亦都有咧為咗。斩妖除魔就喺度挥舞呢个刀剑，桃木剑啊！啊，桃木剑就系当系一个杀死呢个佢身上嘅蛇啦。嗯，系。通常咧呢位师傅咧帮衬佢嘅患者咧一次就可以好得翻啦，但系严重嘅咧就要20至30次咁多。哇！即系撞彩啫，即系撞彩啫，即系冇根据嗰啲嘢，即系。即系我自己觉得，即系啊。不过我呢个人有啲人就话：，哎，你呢啲扑街，对啲传统嘢都系好蔑视嘅。咁但系唔系啊，嗱，我即系我尊重传统嘅，譬如喺巴生嘅肉骨茶，我就好尊重，几好饮嘅。我都成日买嗰啲药包嘅吓。啊，好嘢，识货。系啦，咁但系即系呢一家嘢就好似即系听起上嚟有啲儿戏啊。即系你因为个问题咧就系得嘅就一次，唔得就20次。咁即係你嗰套嘢其實就係純粹撞彩嘅啫喎，即係我即係等到得為止咁講啊。即係唔係可以重複噶嘛？你即係醫藥學嘅嘢嚟講咧，就好注重嗰個重複性。即係譬如你一隻藥喺一個人身上，或者一個療法喺一個人身上用得到，咁喺其他人身上需要嚇要雙盲實驗咯，所以雙盲實驗冇錯啊。基本上咧就係要。每一个都要试咯，即系同埋要点样先可以证明佢系有效咧？就系要佢嗰个疗效同一个冇疗效嘅嘢对比，而嗰个疗效咧系统计学上系可以证明到系有效嘅，咁先系真系有效。如果唔系，边度有效啫？系咪啊？即系讲紧系一个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嘅唔同。或者是那個效益咁先至可以真當係真係有效嘅喎，係咪啊？係，我仲講多三個啦，呢、這個呢度民間流傳嘅呢個偏方啊，等大家參考一下、其中一個咧就用火針，就即係將呢、這個攞支針咧，用呢個火燒到差唔多40度，
快速將呢個針咧刺入呢個發病部位之後抽出，啊唔係啊，反壞，反覆多次，我咩都驚，持續十至二十分鐘，撕咗針之後咧，用呢個火罐吸住呢個撕針嘅處，達到呢個放血效果，啊，相傳啊，相傳咋，有助呢個患者於數小時內減輕痕癢同埋腫痛，最快咧就第二日就可以消腫，回復正常生活。唔係啊嘛，呢個我亦都唔信。會變得唔痕，但係會變得痛咯，即係由痕轉到痛啊。跟住你放血嗰、那個嗰啲放血嗰個部分，如果你消毒做得唔好嘅話，應你嘅你嗰支針啊，都如果係做得唔好嘅話，可能你嘅發病嘅部位會蔓延開去喎。哎呀，咁啊呢啲好鬼牙煙啊！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我講第二個啊方法，就係、是、叫斬蛇。呢、這個就有啲過癮啦。個患者啊，需要企喺烈日當空，十二點一點咁樣啦，就企喺太陽底下，等你嘅影子同身體啱啱好重疊一齊。呢、這個施法嘅師傅咧，就會攞呢個木杖或者長刀，係咁斬，唔係斬你啊，係斬呢個影，斬你嘅影子。啊，口中念念有詞啊。這個完成之後呢就可以將你身體裡面的蛇趕走。都是即是我認為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喂這個都是狗流流食地球的這些心理作用、啊、實際作用真的完全沒有什麼科學根據，那為什麼你可以、斬完這個影子甚至沒有身體接觸就可以驅走你身體的病毒呢？我想不明白、啊咁讲，其实印度啲种姓你都唔可唔，嗰啲种姓同你都唔可以踩人哋个影嘅。其实我都唔明嘅，讲真。啊，仲有一个咧，就系、是、第三个啦。系、哦、啊，系外敷嘅，即、就、系、是、使用呢个生嘅香蕉嘅蕉汁。系生香蕉蕉汁。系、啊。用大神風筒吹下佢，吹啲蕉汁出嚟。喂哥，用呢個收集呢個未熟透嘅香蕉嘅蕉皮入邊嘅蕉皮素啊，就搽喺呢個患處，每三小時就搽一次。啊，搽得多咧，佢就會慢慢退，嗰、那個就會可以消腫同埋舒緩疼痛。而且可以避免呢個細菌感染啊！佢講啊，哦，咁嗰個 X 先生要用啊，呢、這個會唔會有呢、這個咩啊以形補形嘅 feel 咧？可能係有啲啊，蕉汁喎、啊，講到明係，即係攞蕉皮包住。佢唔係話蕉皮，佢用啲蕉皮生嘅蕉嘅蕉皮汁就搽喺個患處。哦，仲要整啲蕉皮汁出嚟。咁样咪即系等于话美容，啲女士们美容就话用咩咩整烂只香蕉搽喺块面度会滑啲啊嘛，有啲咁嘅讲法噶嘛，系咩？okay. 我都第一次听喎、啊、呢、這个，我真系未听过啊！即系以前我师即系晒伤过，我细个晒伤过，我阿妈就整只香蕉。啊！整中烂佢搽上去，话会好噶，会好噶咁样。结果咁得意，咁你唔中你唔中烂只蕉都会好噶，晒伤咗，你摆一阵又即系有敏感啊咩嗰啲咁嘅嘢，话会好噶会好噶。咁结果搞咗差唔多三四日都唔好，走去揾医生话哦，你皮肤敏感啊，搽类固醇咁样。我一样，我扯咁。即系我嗱，我啱啱睇到咧，就话古法生蛇咧，古法啊，中国咧就系将竹竿同埋茅根烧成灰，混入冰片同埋香油，咁啊搽咗喺嗰度咧就可以慢慢好噶啦。咁样讲，茅根又有少少理论嘅基础嘅，茅根系系去热噶嘛，即系如果你当呢个生蛇热症嘅话，咁咪即系都系有少少理论基础嘅，但系。我都係唔信嘅，即係呢一樣嘢就即係對呢啲即係病毒型嘅疾病咧，其實中醫唔係好有效，即係尤其是生蛇呢一種，其實西藥都唔係好有效。講真，即係我見過人哋生蛇咧，即係佢哋食嗰啲抗菌嗰啲藥咧，類固醇啊之類，好多搞一個月兩個月，有啲人打針，其實我係唔明點解即係冇效嘅，其實係
一針唔得，哦唔見效要打多針咁樣。我見過啲人係咁樣咁嘅情況。嗯。咁其實呢一樣嘢係本身已經惡搞嘅，即係呢一個病毒，因為佢係藏咗喺你個身體入邊，係趁你嗰個抵抗力唔夠嘅時候就蒲翻面啊嘛。嗯。咁有啲人係幾個月都唔好啊。幾個月都好折磨喎。係啊。嗯。係幾個月都。寒癢同埋刺痛兩樣嘢都有啊。不過其實最緊要就係、是休息好啲啊，身體多啲休息啦，係啊，係啊，冇錯。通常幾個月唔好嗰啲人咧就操勞嘅，即係佢有病都唔理啊咁樣嘅。其實係可以惹到人嘅，有啲人話唔會惹到其他人，其實係會嘅。如果係觸摸嗰啲流出嚟嘅即係膿啊嗰啲咧係會惹得到嘅。嗯，係需要小心咯，同埋盡量留屋企休息一下啦，唔好周圍騰啊，即係呢個咁有呢、這個。即係生蛇嘅情況係一定要休息係最緊要嘅。嗯，即你唔休息嘅人咧，就永遠都病唔好。咩都係啦，嚇咩病都係。嗯，咁啊好啦，咁我哋呢節就講到呢個為止啦。咁啊，希望啊黎小姐啊盡快康復啦。嗯，好，啊亦係咁，拜拜。嗯，拜拜，拜拜，拜拜。